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小帕。然后今天是星期六，我刚起来，洗了个澡，洗了个头，吹了个头发，看我这蓬松的头发。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，欠。今天因为打算去朋友家吃火锅，然后我们打算点火锅的外卖，所以就决定录一个 vlog 吧，可以顺便带给大家看一下疫情期间的多伦多。应该街上不会有很多人吧？吃完了，今天买了奶茶。好尴尬，我现在到我朋友家楼下了，可是我不敢进去，因为我提着好多奶茶。然后我看着像一个送外卖的，所以我怕前台拦住我，所以我先在门口等一下，等我朋友下来接我。今天好冷啊，出太阳。我没有看到肉，天哪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是我们的锅。哎呀，这是灶子吗？哦，我这个是送的耶，这演我们的火锅外卖。多伦多沈月你好，沈月今天，虽然沈月今天烂脸了，但是是不是沈月本月？我现在要煮炉子，啊，开箱了。你说说你要不要？你联网吗？哦，07。哎，这一瓶够吗？够吧？不够，这不是还有那个 stove 吗？啊，不够，我们就去那里吃了。也可以，哎，这要怎么升啊？我以为他很娴熟的知道该怎么。Exactly， 然后因为自己不是说啊，我要加那个，没有找到，我没试过那个，我也没有玩，因为我家也没有别人。怎么有煤气味？我中毒了。不然快开点什么东西啊？我好怕呀，我也很怕这个东西。2000 years later。可以。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后，哦，好幸福啊！哎，我看看，来，你们出镜吗？给你拿了，没有啊。火锅标兵，请退出这个视频。火锅标兵，就是那些要指点你，你不能这么吃火锅。哦，我们想怎么吃怎么吃，不要说话。你们吃，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哦，火锅奶香味。亲爱的女生在学校不能上学，看不到亲爱的女生。我也很支持我弟了，疯狂 rap， 飞跑的场景，飞跑。好好吃啊！我真的太久没有吃火锅了。大家都已经吃成葛优瘫了。太土了！来，走，你给我看一看啊，看一看啊，手机大促销，全场95折，95折。买了不吃亏，买了不上当。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开会。我们的火灭了。我们没有火了。我们搬到灶台吧。我们就只能在灶台上吃了。吃完决定玩会儿 Just Dance 消食，下面请欣赏群魔乱舞。我怎么这么难画？这根本看不太看不清这个动作。你没有在视频里。我这个怎么还？哎，画啥？
哎，我是什么颜色来着？我是黄的，你我是蓝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红的。人走这么快。我这。哇这太搞笑了！哎，下面有歌词哎，啊，还真的是，下面都出汗了。哎，这还有啊？Do when I hit you with that.好不容易啊！啊！全部都是汗，满脸的汗。还有在太平洋人啊，对，好累啊！好累啊！我们只跳十四分钟，嗯，很累了，太久没动了，太变态。我们现在玩什么？赛车。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，玩赛车。哎，我做公主吧。我在哪？我这是喷喷。喵咪桃花公主，操什么鬼？这什么鬼啊？这画面变得好慢啊！是谁啊？我撞了谁？对不起！啊！哇哇哇哇！哇！哇哇哇我的！第一，我的公主！哇！专门搞公主，我们仨就搞公主，想要换车。我的小小摩托车。谁？谁呀？好、哦。哦。在哪边？右边。右边吗？嗯、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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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收拾收拾就要走了，拜拜。可以抓一个。我们已经把桌子收拾得好干净了。恭喜老板。对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你们 G 就不用按，就是不用钥匙了。好的。拜拜，下次见。回去不要哭哦。是不是很没有关系的，其实。拜拜。拜拜。回家了，每次狂欢过后。就会觉得很空虚，天哪，我真的完全看不清眼前的路，我的眼睛都是雾，是多伦多的夜晚。我回到家了，然后刚刚我收拾了一下，冲了个澡，洗漱了一下，好累啊，想给 vlog 录一个结尾。反正今天真的，今天一天的运动量感觉是我过去一个月的还要多，感觉我的嗓子都喊哑了。但是和大家一起玩 Switch 真的好好玩。有没有其他什么可以说的？那就晚安吧，拜拜。一个彩蛋，头发的剧场。给大家扎一个很可爱的两脚辫，娴熟的手法。哇，瞬间感觉上小学了。你别这样侮辱小学生。头发剧场之傻妞摩托。走吧，哎，我迟到了。这时候是一辆摩托车，我觉得就特别好，这样就不会迟到了。来，不要担心，有我。傻妞摩托为你航行。傻妞摩托，妈妈再也不担心我会迟到。傻妞摩托，你值得拥有，还支持自驾模式。你不觉得像个人参果吗？我像个人参果。你
好自信。哦，我不行了。谢谢观看，祝您平安886。